这是一个乖宝宝，你看这个乖宝宝，别人在吃饭，在抱你，对不对？喜不喜欢？饭被吃完喽。哦，赶紧去吃吧。给小鸡们的午餐来了，午餐来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的午餐来了。嗯哼，饭盒呢？这上面有个饭盒，那个不给他。你要拿哪一个？我来帮你拿。那个大脖子吗？那个脖子不是放吃的了吗？哦，好吃的来喽！疯了疯了，又开始发疯了！啊，不要出来，出来就没有吃的了。这个掉他身上了，掉了一身的菜。你看这个身上挂着一个菠菜。进去，进，快进去吃，进去，进去才有吃的。对，疯了，疯了，疯狂了，小鸡们的疯狂时间。好，你看都不出来了，有的吃都不出来。好，关笼子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大宝宝们。大宝宝们，你们的好吃的也来咯。看看大宝宝们，还有这一批的，这一批的五个已经基本上要长成大鸡了。我们还有一只大鸭鸭，嘎嘎嘎嘎嘎嘎，去吃吧，赶紧吃饭去了。大嘎嘎，吃饭去吧。哦，我看到那里面有个蛋，那个盆里面有个蛋。早晨已经收了三个了。每次的菜都到了他身上。你看大公鸡，他不吃也要过来挑衅我，是不是啊？啊？你不吃饭？去吃饭去，每次就跟我作对。这是大母鸡生了一个蛋。哦，你看他们都欺负这种这个小雏鸡，小雏鸡也长大了，跟大母鸡们放在一起，要等到他们吃饱了他们才能有的吃。哎，论资排辈呀、啊、鸭子也是。哎呦，送你去游泳吧，乖乖，去不去游泳？不要弄我们，会生气的，我们生气了，生气了，不叫了，生气了，要不要去游泳？他们最喜欢在这边的鸡窝里面下蛋，我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蛋。哦，看不见，这里面有蛋。哦哟，原来你还在这里面下蛋了。好，你下蛋吧，等会儿不打扰你了啊。哦，小乖乖，咖啡真的在下蛋，完美错过了午餐，等会儿给你加餐啊。喂完鸡，撒粮了。给鸭子搞点吃的。哎呦，这里面还一条。哎呦，这里面还两条呢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呀呀呀呀！昨天还抓的，忘记喂它了。哟，居然还活着！我的天哪！马上喂鸭子去。好，再撒两网，一起喂。现在渔网已经撒得非常非常完美了，是不是？一二三。哇哦，这渔网撒的真是没话说呀。看看看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见证奇迹，看看有没有鱼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今天这一网居然空军了。哎，幸亏昨天还有，我来先去喂小鸭子去。
好，晚上了，小鸡们准备上窝了。我没上去，我没，你上去。没事，他们会上去的，把他们两个小朋友，啊，对，会在这过夜。那不会的。好，你们上去吧，上去就是你们的窝啊。哎呦，有一个上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从这个门这过来，从一楼上二楼睡觉去喽。你们的箱子在那边哦，它会上去的。你看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关门你还站在，它一会儿就会上去了。他们就从这儿，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这个门自己会打开，他们就可以下来了。要是有婆子，对，完了时候就把。大鸡也放出来放风了，晚上过一会儿天黑，他们就到那里面去，原来的那个鸡窝里面去。哦，看看这个大公鸡在干什么哦。等会儿他们就进另外一个鸡窝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送它去游泳。送小鸭子去游泳，注意安全哦。已经不小喽，我们是大鸭子喽，我们可以完全可以自己游泳喽。去吧，去抓条鱼回来吃，好不好？走。喂，好舒服呀，喜不喜欢？我回来了。你又游回来了。好嘞。再玩一会儿。哇，好舒服呀。你看，背上那个水珠子，哎，拔掉了。哇哦，听到没有？呜。